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上午在提了个厨房，食费用完了，然后去镇上叫别人送，别人不肯送啊，就是二十包，然后我们去镇上偷了二十包这个食费粉，然后又去买了一些菜啊什么的，我们先把菜拿上去，每天师傅啊在这里做事啊，烟是少不了的，我算了一下这些东西啊，开的挺大的。我们上去拿个小推车，把这二十包纸飞拖上去吧。纸飞拖了二十包，还有那个铁丝，还有那个钩钉啊，还没去呢。那哥哥啊，那铁丝三斤点嘎的，买些圈。那个大嘎的铁丝没得？给我四大嘎的铁丝啊。辛苦了啊！来，师傅，辛苦了，拿一包，拿一包，来，师傅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一盆树啊，今天这位师傅锯了哈，然后今天太阳没有了，你看是吧？谢谢你的福啊，师傅。轻一点好不好？你习惯吗？要不买地的，我就会削地子了。好，来对。先拖几步吧，就拖这里，不用拖那边去，放不下，这石灰箱。对，要用再拿。先放到这新房子里。你看，星星在这摇啊摇，摇这个树，叉子，你说这个树是不是它摇起来？不要摇啊！摇坏的。爸爸种的那两棵树被你摇死了。来，过来，星星，你也干点活吧，这是帮你干活嘞，星星。来，拿回去。给那个伯伯啊，轻一点，轻一点啊，拿不拿得动？要这个小家伙干点活啊！还有这个老伯细心，对，他给我们搞的报纸哦。叉子现在真的很不错了，学会了干很多活了。没办法呀，推一下老推，推一下。叔叔阿姨谈了什么宝贝？刚刚灌起来的吗？哎呀，这样抬起来好有味道。你看，这个是豪宅还是别墅啊？这里还有一些沙子哈，之前这个建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剩下的沙子，但是有点粗啊。这个建房子可以，如果粉墙的话就要过漏。这些沙子都堆了好多年了哈。整整四年了，已经长满草了，你看见没？厨房的窗子开始安装了啊，也是聚众的位置啊。厨房有两个窗子啊，这边是靠里面的。星星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剥蒜子。你怎么这么乖了今天呢？因为姑姑不要做事好累，太乖了，在这里做事。哇，这家伙越来越乖了哈，还蛮被说的哈。淘气的时候很淘气哦，懂事的时候这么懂事嘞，谢谢谢谢了啊，不挂，大家站。来来，你过来。什么？你好哇。已经摘好了是吧？对啊，摘好，今天早上摘的。选这些啊，大的小都可以。啊，卖饭了，我看你。大的。有这么重哎？谢谢四斤。啊，哎，还没有一百斤哎，我这下个不带再装几袋了。还要两斤，还取马路了，马路要取那四斤。哦，再拿一个。还要拿一个。啊，那就放到袋子里面吧。好，姑姑啊，好多钱钱，你挖，六万，哎呀。快点，要得了，六万一块几块，一百块钱啊。好，收一百块钱的。往大面走。来，师傅，买了一百斤西瓜。给你们吃，它里面去吧。放这里。你再躺上去睡一下。啊，到椅子可以躺下去。
躺下去一点可以躺起来，对啊，你就舒服一点。嗯，对。哎，对。是的。你坐在上面，往后面靠，它会自动往后倒，就睡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对啊。啊，休息一下中午。胡总下午又过来了，要准备下午开工了。下午啊，天气太热了，给师傅们发一支藿香正气水啊。来，师傅，发一支。好，不吃这个。来，师傅，各位师傅要吃一支啊，来。胡总，不要。不行啊，你的马子大汉，我怕你中暑啊，不会不会，来一只来一只，你不不要吃，我不放心啊，来一只中午啊，他不要受不了，来了，你不要这个，来来来，这位师傅，来来一只来一只哈，好一点啊，乖乖，要不要再来一只？吃一只就够了啊。这边洒下水啊，好一点啊，太热了这边。得晚一点还要撒下啊。把我们的老房子拆了之后，然后全部移到外面来了哈，要平息那个第九村上落区那个位置啊。平时那个位置大概有2.8米左右，然后上面盖了个树枝瓦，然后进来看一下，这一片区域啊，就是活动范围吧，这里可以摆4桌，然后这片区域可以摆个3桌，这边可以摆个2桌。房间里可以摆几桌？房间里面可以摆几桌啊？师傅说，你要带好多人来，不没问题了，是吧？搞好了之后，欢迎朋友们过来玩啊。侯总失身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侯总啊。这个村全都是姓侯的，刚好他也姓侯，来到你这个本家的一个村子里面，是吧？很荣幸，感谢感谢我们侯总啊，这几天是吧一直在帮我搞这个建设，每天一来一次，就是你看啊，衣服湿了是吧，昨天回去的时候也湿了，今天我也是衣服湿透了，非常给力侯总。观察习惯，来来来，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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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看着。来也是很多辛苦的。拖沙，拖沙子啊！没力了，师姐，快点，快点，姑娘没力了，快点，上坡了，啊，快点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啊！好，用力，快点，谢谢，露出你吃哪个力气，用力，啊，算了。哇，叉子衣服湿家了。还要沙子。好了，今天沙子都差不多了，明天上午啊。给哥哥喝茶就可以了哈。师傅，把那个梁反过来好一点，这边平一点。哎，对对对。这样就平一点，好看一点。来吃饭了，来侯总，来几位师傅，吃饭吃饭。还有一个牛皮，这个是不冰的啊，来你搞一瓶。不搞不了，来这个搞一瓶啊。我们刚刚吃完饭，侯总就准备要返程了。三位师傅呢明天要带过去，去那边工地要去忙活几天，忙活之后呢再过来。侯总，我也祝你在那边开工大吉，顺顺利利哈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嗯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当时我没去看你。本来是这个事情还没完成。哎呀，不能这样说，你叫几位师傅过来帮了我很大的忙。这个湖南地球村呢建好之后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在里面，很大的一份功劳在里面，知道吧？如果
光看我哥哥一个人搞啊，我估计要一个半月吧应该。那好，天色已晚，那我就送你过去到那个马路边走。哎，我来帮你提吧。啊，不要，辛苦了哦。哎，不行，不怕客气，是吧？这个好幽默的师傅，辛苦了啊！过几天。师傅，你的衣服好脏了，今天你换一下吧，要不然你老婆看着会心疼。回去洗澡了啊。好，猴子，路上慢一点啊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辛苦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啊。